刚才眯了一个半小时就起来了，现在已经是10点多了，然后我这个要12点之前退房，所以咱们今天的话呢，就简单在烟台走一走、转一转啊。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五官最大的一个硬伤呢，就是我没有脖子，所以说我其实最不适合穿的就是这种高领毛衣。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我经常穿的最近哈，就是因为我觉得，高领毛衣这个东西它是比较能，咱们夏天穿白 T 恤像的哈，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包装感，它会有一种自己能带入一个角色中哈。体操运动员的话呢，我就觉得说这种黑色高领毛衣还比较合适哈。我为什么能这么的肆无忌惮的把我自己最大的一个缺点给你们说出来，就是因为脖子短这个东西它没办法改。我一直都还挺喜欢小秋秋雪的，所以说咱们到了山东，咱们就用小秋的方式打开咱们这段 vlog。秋雪，小秋，小秋，小秋，啊，原来在这儿呢。这蟹才花了30出头，山东的物价可以哈。我们这边走就是。一响一帆风顺，二响事业腾飞，三响步步高升，四响四季平安，五响五福临门，六响六六大顺，七响七星高照，八响八方来财，九响九九同心，十响十全十美。那朋友们，我的话呢，因为我就是大顺嘛，我就敲6下代表我自己还有我家里人的，剩下4下
我就为大家祈祷，然后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关注我，然后就祝大家和你们的家人朋友都能在2023年平安顺利，好不好？今天的话呢，其实山东烟台这边它有点雾，就是可见度不是很高啊。早上我熬了个大通宵，也没有赶到这个日出，虽然说有点小遗憾，但是我前一阵刚看完那个汤唯演的《分手的决心》啊，它就是这种雾蒙蒙的感觉就可以了。什么？